先在调色盘上面放一些浅色的墨，可以先沾一些水，然后再把磨好的墨沾一份，在这里调一下，这样子就会有浅色的墨。这样子你不用一直洗笔，用这些浅色的墨沾一点浅色的墨，再去沾一点深色的墨，把这个墨呢稍微的抠掉一些，不要太多。小鸡通常我们都先画头，小鸡的头顿一下笔，转过来，记得要转过来，不是只是放下去，是要转过来。再一遍，有一点点转一下，然后转过来，看到笔转过来啊，收一下。好，再试试看，沾一点干净的浅色的墨，再沾一点深色的墨，稍微抠掉一些。这是头的部分，你可以再来是翅膀，也是一点两点，这个墨有点深，你可以稍微的把它再调淡一点。好，头翅膀，当墨很深的时候稍微把它调淡，再去沾深色的墨。头转过来，翅膀笔修一下，可以有一点点留白，叫做飞白，沾浅色的墨。好，头翅膀，然后呢这样子画身体呢，身体就不会在前面，所以先画的墨会在前面，需要浅一点的墨，这个时候画身体就不要太多深的颜色，身体这样身体会躲在它后面，如果你用纸稍微擦一下就更明显了，身体会躲在翅膀的后面。因为身体的毛比较浅，所以你不要画得太深，记得要先画嘴巴下面，然后呢身体，尾巴呢可以稍微的深一点，就是尾巴。好，用最小的笔去沾最深的墨来画它的嘴巴。小鸟的嘴巴虽然是尖尖的，可是你不用把它留得很尖，如果水太多的时候要赶快拿一张纸把它吸起来。好，这里呢画一点点下巴。好，眼睛尽量的不要碰到刚刚的头，头还是湿的。还有尾巴可以稍微的再画一下，尾巴再画一下，这个地方呢是腿的部分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跟腿连接，这样子骨头就好像连在它的尾部。好，然后这是脚，脚当水很多的时候呢，记得赶快拿纸稍微的把它压一下。尽量让笔干一点，另外一只脚不会跟它一样长，但是不要碰到身体，因为身体还是湿的，所以呢尽量让脚不要碰到身体。好，这是另外一边的脚，可能会看到一点点而已，
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身体的部分你可以加一点点深色，可是要很干，如果没办法你就稍微把它吸掉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翅膀的下面呢加一点点黑色，不要加太多。这是身体尾部的部分，还有头，这里你想要给它加一点深色也很好。在干的时候，稍微干的时候加呢，这些加上去的黑色呢会比较感觉比较像羽毛，因为呢不会晕开。沾干净的淡的颜色，再沾一点点黑色。小鸟看那边，小鸟看这一边的时候一样的要转笔，让小鸟的头呢留在这儿。太湿记得要稍微的鸡巴补起来。好，它的翅膀靠近你的要先画，这边包起来。这只鸟有点淡，你可以这个时候再加上深色的墨，还来得及。太湿等一下画眼睛比较会晕掉。好，再来画两个大腿，不要太深，但是还是要一点点墨。先画的会在前面，所以当你画两个大腿的时候记得要先画前面的这个大腿。大腿，大腿，也许这边翅膀不够，再加多一点。好，再来呢，身体，就是前面、下面，还有它的前面的身体，头是向那边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把尾部的部分，就是屁股的部分呢，稍微再描一下，沾浅色的墨，加一点深色的墨。好，头，点一个头，向上看。好，头向上，翅膀，先看到的先画，可以有一点点再描一下，让它有干干的感觉，不一定通通要湿的哦，有时候你可以留一点点毛毛的感觉，这样也不错。好，前面呢淡墨，他的腿，还有他的屁股的部分，记得要中间要留一点点白色。好，通常你先把鸟的身体部分画好了，才开始画其他脸部啦，就是干的地方。这边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画它的嘴巴，还是有点湿，点上去的时候眼睛会晕开，所以呢在点眼睛的时候你所沾的颜色记得要很干，绝对不可以是湿的笔，要干的笔。好，嘴巴向那儿 OK， 还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黑色在它的翅膀上。黑色加在它的翅膀上。好，这是它的脚，记得腿，腿可以稍微的描绘一下。这是后面腿往前面站。这是另外一只腿往前面站。这个鸟是看那边的，一样的可以在翅膀后面加一点点毛，头部上面如果你觉得不够黑你也可以加一点。这一边的你可以像上面，这个嘴巴就是
向上，看不太到眼睛，眼睛可以在躲在这边，因为我们只看到它的头，没有看这么多的眼睛。好，等它干一点再画。脚的部分，这只脚看得到，所以我们画这只脚。另外这只脚其实看不见，但是如果你要让它好像它有在走路，也可以画在这。好，然后呢，尾部一定要很干的笔，才能够画在湿的地方。让它有一点变化，头的地方可以稍微加暗一点，像这些头的地方现在都还没有干，你可以稍微把它加暗一点点，这个也是。